大家好，我是杰图店小姐 Jennifer。最近啊，算是生熊哦。那各种消息啊，比较负面的都满天飞嘛。那最近大家如果说是去 X 看，也就是 Twitter 看的话呢，虽然说负面消息多，但是呢，各种资讯呢还是都有的哦。因此呢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会改变一种方式来跟大家做分享。首先呢，我们会先统整一些最近不要错过的任务哦。那我们明白说啊，现在。 其实留在市场上的你们呢，应该都算是老手了。因此呢，我们现在开始分享资讯的方式会是比较快速带过，跟大家讲有这个消息的方式，让各位老手有更多的时间去做任务哦。那如果说、啊、你们在任务中有遇到问题的话呢，也就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。那如果 Jennifer 看到大家对于单一的任务有比较多的需求的时候呢，或许我们就可以单支再来往下开展。 来讲更多、哦。那今天呢，也会带来必安的抽奖活动，要来给大家。那这一次呢，他们的活动奖项是 Jeff 超想要的、哦，是滑板车。那大家呢就可以来参加起来哦。那参加的方式非常的简单，如果你已经是必安的用户的话，你就只要在这边写下你的必安 U I D，并且呢，你要猜猜看说啊，下一波牛市会在哪时候开启？那这个呢没有正确答案，所以大家呢就可以预测一下。那 接着呢，留下你的 Line 或者是 Telegram 的 ID。最后呢，你可以在这个地方写下说你是透过 J2 了解这个币安的活动的就可以了。那活动会到九月三十号。那当然啦、啊，如果说你看这支影片的朋友你是新户，就你还不是币安的用户的话，也非常的欢迎你们用 J2 练小姐的推荐链接就推荐码注册起来哦。那我会把这个链接放在影片下方叙述的栏位。那最后、啊。 跟大家讲啊，今天的影片呢也会有久违的。 白单要来抽给大家哦。那这一次呢，要抽的是米其林的 Guarantee White List，、哦、所以呢，我们就话不多说，赶快来进行今天的任务整理。第一个要来跟大家讲的任务呢，是 l a e One 的 l l i o Lily 任务，它是开始了。那它呢，是高达了两亿九千八百万美金的投资哦。那这个呢，任务是还可以做，但是呢，它没有写出说什么时候会结束，所以呢，我。 我们就赶紧来做起来就可以了。第二个任务呢是 Life from 跟 Polyhedra Avatar 的任务、哦、那它的任务是在 Galaxy 上面，也不难哦，就跨链到 Core Base Metal 其中一个链上就可以了。那这个活动呢是到十月二号的七点五十九分哦。那这已经是台湾、香港、北京时间了。好，那接着呢，第三个，第三个呢是一个投票啦。也就是说，如果说你钱包里面有 Arbitron 的话呢，你就可以来参加投票。那 这个时间呢是到九月十八号的十一点五十八分。接着下一个任务呢是在 Alien Swap 上面哦，那这个时间呢只剩下两天六小时有八分钟哦，所以请大家赶紧来参加起来。那现在呢有支援以太 Lina 跟 Bass 上面都是零手续费的，那十四天内呢可以免费领取空投积分盲盒哦。那最多呢在这个活动期间内你是可以赚到五倍的积分。 分奖励的，所以大家就可以来赶紧把握。好，那接着呢，要来看的是。 阿敏阿敏上面呢完成任务的话可以拿 OAT 哦。那活动进行中哦，哪时候会结束？其实我们不知道哦。因此呢，大家就趁可以做任务的时候赶紧来做起来。好，那接着呢，我们要来看的是这个民房。民房上面呢有一个就是 Story Protocol 的，那它是融资了五千四百三十万美金哦。那现在呢，它是可以来领一个 NFT，这个呢就是避免踏空了。那看。 大家要不要来进行哦？那最后一个呢，要来跟大家讲的是 Lina Lina 的 NFT 现在是可以领的哦。那大家呢就来看看自己有没有符合资格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九月十七号帮大家整理可以做的任务。那我们一刚开始的时候也有提到，今天会有好康活动要来给大家嘛，那今天呢，我们要来抽出的白名单是这个米其林的保证白。那我们会抽出两个白名单来给大家。活动方式。 非常的简单，我会放在影片下方，那你就只要帮 J Two 小姐的频道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并且留言写下“我想和 J Two 小姐一起吃米其林”。那另外一个活动我会放在 Twitter 上面哦，请大家就可以来看看。好，那活动呢只有四十八小时，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呢，就可以赶紧来参加。那这边还是要提醒大家哦，J Two 小姐的频道。 要分享的资讯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。那我们埋伏空头呢，就是在猜哦。不论你是花时间或是花金钱，都是需要成本的，请大家务必要留意哦。那如果你喜欢现在我们改变的这一个任务分享的形式的话，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。那我们今天分享到这边，希望说对大家是有帮助的。我们下一次见，拜拜。